Hello， 大家好，咁啊，多谢晒 K 先，我哋好。咁啊，唔知大家听完首歌就觉得点啦？咁啊，当然呢首歌嗰个难度本身系非常高啊，所以我就唱得当然系唔好听噶啦。咁啊，点解明知唔好听都要唱呢？就因为冇办法，因为当初就开坏咗头啦。自从唱咗第一首开始就已经冇得转弯啦，系啦，咁逼住要唱落去啦。咁其实我虽然知道话自己唱得唔好听，但五千人先唱一次都唔算过分啦，系咪先？即系我都唔系成日唱噶啦。咁真系去到五千人先系任意唱一次啦。咁今次点解冇改词就因为太忙啦呢排主要系。咁啊，同埋其实主要系我歌故我在呢首歌都嗰个歌词已经非常盗用啊。咁我都带出咗主要我想表达嘅心情，即系希望大家都能够记得我啦，记住我啦。咁就算将来突然间有朝一日收皮啊消失啦，咁起码你都即系不在乎天长地久，你曾经记得过算啦，系啦，即系大家在心中啦呢啲嘢。咁啊，但系都唔代表将来唔会改嘢。咁如果正有机会嚟紧去到有五千人，即系再多五千人，可能都会改嘅，系啦，都可能会改下歌嘅。咁因为始终我就唔系好擅长改歌，其实始终都系一个或者。即系人都改得噶啦，歌嘅嘢系咪先？你都得噶，即系大家都系业余嘅啫嘛。同埋都唔系咁易改嘅，你明白？如果真系咁易改到阿林夕啊、歪文嗰啲食得屎啦，系真系非常专业嘅改歌先至可以咁快作到一首歌出嚟咯。所以我就唔系嗰范嘅，系啦，所以冇办法。咁啊，但系都希望有机会去同大家再见啦，呢个唱歌。咁啊，同埋好多人都問呢個真露小姐的回信係點樣？咁其實大約就好似呢首歌臨尾嗰兩句咁啦。咁你可以想象成成首歌都係用呢把咁高音嘅聲嚟唱咧，知有幾恐怖啊！所以我自己聽完之後，我自己都頂唔順，我就冇辦法，唯有收埋佢啦，係啦。咁啊，真係唔出得街啊嘛，真係自己都頂唔順嘅嘢，係咪先？係啦，咁所以大致上就係咁啦，我哋。咁跟住首先都好感謝大家嘅支持先啦，係啦，去到呢個三萬訂閱，即係好似唔係冇諗過啦，當然都係嗰啲對白嘅，你發覺係啦，因為 keep 都估唔到啲人係繼續會上升落去咧，我以為差唔多咁樣，係啦，咁希望咁都好嘅，如果有更多嘅玩家加入呢個怪物彈珠，咁始終多人玩啲，你即係你玩只 game 你都想多人玩嘅，係咪先？你同人講，你望佢冇聽過嘅咩 game 嘅，咁啊好冇，即係冇得討論就好冇意思，所以都希望隻 game 多啲人玩啦。咁啊，暫時睇翻台版而家個勢好似差咗少少，因為佢嗰個自從 up 完呢個不動明王之後，好似就冇乜氣息啊，係咯，我覺得即係阿瑟嗰啲唔知死咗去邊啦，即係嗰啲完全唔知去曬邊啊，阿瑟神化嗰啲。咁希望佢真係唔該嗱嗱聲，因為大家知道玩家的耐性有限啦，如果你太耐唔更新啲新嘢咧，就即系日日做嗰啲样嘢就好快闷嘅，系啦。咁啊，今次就因为冇嘢讲啦，关系啦，即系 Q&A 咧，我预咗大家冇嘢问，因为我都唔知道有咩好问，可能大家都听咗 N 次咁多，所以就 pass 咗佢啦，直接。咁啊，今次就自从五千嗰个之后，就好耐都冇整个怪物箱啦。咁啊，今次整俾大家睇睇啦。咁其实都冇乜点，冇乜新嘢，其实你见到都系嗰啲嘢嚟嘅。咁主要就首先讲下路西法啱啱极运咗路西法，咁呢隻嘢就唔算难打。其实出两隻阅读咧，大黑天跟住加多隻好友加多隻路西已经搞掂。咁呢隻嘢系唔难打，同埋但系就唔算有用嘅，系啦，唔需要特登极嘅。咁啊，点解巴哈我而家先有？因为我之前冇打啦。咁其实卑尼夫，我觉得暂时到而家呢一刻嘅台版都系冇乜用，系啦，好唔系太有用啊！即系打嗰两个目超住，我觉得佢喺我阵营里面都唔算系一个最适合要出嘅人。咁有咩用呢？咁将来可能霸者之塔开咗，可能就或者会有少少用啦。咁你见过种子都冇特登打你就知啦。嗱，呢个特登要我特别讲一隻嘢先，就系呢只天草。可能大家觉得我点解咁多特级种子，点解会咁易？其实我同你讲啦，天楚抽咗两个月啦，我呢两个月嚟每日都打十场神殿最少啊，咁有时打十几场，我系打极都打唔到同族嗰粒种子，我顶佢个肺，系啦，打咗我已经打咗超过五六百场啦，应该系都系未打到同族，系啦，我系即系呢两个月嚟，我真系咩神殿我出天草，木神殿又出啊，火神殿又出，跟住全部都时之间啦，当然跟住暗神啊、水神啊，咁光神系冇打嘅，光神系唯一一个冇打嘅神殿啦。
咁但係都係冇同族。咁你可想而知，其實我係好辛苦打呢隻天草，都仲未打到。我曾經打過，我係除咗同族同埋失心 L 咧，我任何種子我出過曬啊！咁包括呢个戰型嘅特級加工 L 我都换走咗，咁而家用住呢个激种嘅 M 先嘅。咁我啲咩削命 M 嗰啲出过起码三四次以上，但我都系冇要，因为我想打同族。咁因为我当初抽天草嘅目的就系为咗打呢个火爆绝啦。咁我阵系肯定系三只武尊加天草噶啦，或者你两天草两武尊啦。咁一定系要同族嘅，打圣骑士嘛，所以我系一定要打同族为止啊。咁由於呢兩個月嚟我淨係用天錯關，所以其他寵我完全冇打嗰種咁滯啦，即係卑微夫嗰啲都係求其打兩次嘅啫。咁暫希望嚟緊我都係要繼續用天錯打嘅。咁呢隻積田就其實我不嬲話佢冇乜用㗎啦，但係啲人話佢打黃泉好勁。但我打黃泉你又唔使特登出到呢隻囉，係咪先？冇乜意義嘅，得個即係今時今日得一個單被動，其實真係咁嘅服務態度未夠囉，我覺得。咁老西只就未打中啦，都系都其实我觉得我都唔会出两只老西，即系就算我打神殿，我都唔会出两只老西。讲真，根本系冇乜用。咁阿波罗好多人话打武尊好用啦，其实都 OK 嘅。但我自己个阵，我惯咗系双人妻加白旗拉线嘅，系所以我觉得佢未入到我嗰个阵入边嘅。咁跟住就火神都未完全冇出过场啦，呢只呢只我最真嘅，其实我就一定唔会出嘅啦。咁安倍呢啲就，其实安倍我有谂过用呢个进化打不动明王，一个神化嚟，好似 sorry， 系啦，我有谂过用佢打不动明王，但系谂下冇呢个地雷，同埋佢一个反重系冇得特登失败，其实都几恶搞，因为你去到二三一即系二三血嗰啲地雷你系好难系唔中啊，你明白？贯通好难系唔中地雷，咁所以将来我睇有冇机会再用佢嚟打啦。因为冇扫雷系大镬好多啊！你冇即系你冇反重系唔紧要，但系你冇扫雷就好大镬。咁胡之骑士都系应该都我谂唔到有咩情况之下要出佢啦，因为我哋有武尊喺度。嗱，呢只系几好用嘅，比我想象中好用。咁我特登都唔系特登，系唔觉意打到个有极 M 啊，系非常之 match。咁佢有情技打大黑天嗰啲恶鬼系一击杀嘅，系非常好用。同埋佢嘅绝招都系二十回合光穿爆炸，其实就 OK。呢只嘢打大黑天 OK， 几好用。咁我都即系你有时卡唔到点，你撞佢一个有情技就秒咗呢个小怪。同埋佢嗰个打弱点都几好啦，咁都系唔错角色嚟。咁不动明王就好睇唔好用啦，我觉得真系好睇唔好用。咁呢隻就冇極運到啦，即係冇乜心機去極運。咁變慶就特級 M 呢個傷害 M， 其實我想打同族多啲嘅，因為其實點揀一粒種子好簡單，因為呢隻本身就係攻擊系，佢嗰個絕招啊各方面，咁好自然咧想揀翻啲加強佢嘅攻擊嘅。咁其實我覺得佢用速度或者用呢個攻擊都 OK 嘅。即系佢个绝招系同速度有关，我觉得佢嗰、那个如果加速加得劲嘅话，加十几廿几其实都 OK 嘅。咁但系特级 M 我都收货，其实都 OK 嘅一种。咁啊，原意经一如所料，我话咗佢冇乜用噶啦。其实当我抽之前，我已经知佢冇乜用。咁啊，结果拍完一次片之后，到而家都未出过场，系啦，非常残念啊。因为反全加圣骑，咁你见我种子打有极都唔错，其实都将来如果可以转神化都 OK 嘅啫。嗱咁呢隻嘢都你又唔可以话系废嘅，因为佢喺反传嘅关卡里面佢都发挥到少少嘢。咁但系个问题就因为太多反传嘅劲重啦，例如你讲真出大黑天嗰啲都好过佢啦。咁加上对翻个属性，你每一个属性都有啲好劲嘅反传，即系火有黄泉，水有武尊，跟住木有嗰啲咩木剑又好啊，乜都好啦。咁其实你系要出佢嘅机会唔多，同埋喺呢啲乱舞乱打系绝招咧，虽然话八弯啊。但其实乱打系我不嬲觉得佢嘅缺点就系会停啊，即系掂到个 target 就停。咁你想撞晒友情就唔得嘅，我就觉得唔算特别好用。咁两只利亚我都系唔会出嘅啦，基本上系基本上呢啲我唔会点用噶啦。咁呢啲唔想讲添啊，直情。咁呢只就呢个未极运嘅原来，咁有机会先睇下会唔会极运啦。其实都系贪佢嗰个样系睇得两睇嘅啫。不三隻大黑天就唔想多讲啦喺度，咁呢就之前就极运咗冇耐啦。咁其实我觉得呢关嗰个
難度就見仁見智啦。即係我出呢個閱讀坦幾啊，變慶係閱讀坦幾變慶，我終於記得嗰隻坦幾，跟住好有揀老西咧，其實好少輸嘅，係啦，好難輸嘅呢個。咁所以我覺得要我同埋即係我想講咧。我想讲卫星少佢真系好易打，如果对比起呢个叉机，因为叉机我觉得真系好难打，即系唔易打，系我觉得系唔易打，系即系我会炒嘅，可能我暂时未谂到一个好好嘅阵啦。咁其实打十场可能会炒两三场，系好老实讲。所以呢、這个好多人话卫星少女难打，可能佢个重系唔啱嘅，即系其实你出翻一个打大黑天嘅阵容去打卫星少女就 OK 噶啦，即系佢都系反传数女啊嘛。咁呢只我极运咗嘅，系啦，极运咗嘅。咁其實就本來就諗住打火爆住啦，咁其實諗下，咁冇磚都夠啦，咁但係極運咗就算啦，有佢啦，都唔會用啦，好老實講。咁呢隻我都44唔上唔落，咁有機會都極運埋佢啦，但係都嗰關都幾難打。利利斯都如果打火爆住都可以考慮佢嘅，咁如果你覺得冇磚好難疊咪疊佢咯。咁阿龙就几好用嘅，其实阿龙某程度上去打啲救极关，即系去打啲。如果嗰关净系得反重嘅话，我觉得阿龙系几好，因为有情技、强力同埋呢个绝招非常简单易用啦。咁我觉得佢都系值得抽，同埋将阿迟啲恩街霸就迟先讲啦。嗰、那个木剑都有用嘅，就系反传反重都系唔错嘅。咁差唔多讲完啦，可以收档啦，我哋讲到去边好咧？讲埋佢咯。呢度就八旗，哦系，我谂住留三只八旗。咁啊神化就系呢个 S R 流最中意嗰只，我唔知点解佢唔中，我唔系好明点解佢咁中意呢只咯，就麻麻地嘅啫。咁其实老实讲，神化就唔好用嘅，系我觉得就唔好用嘅，即系个友情技要埋身同埋反击模式，但系呢个 game 嗰啲反击模式，其实反击模式其实都系唔好用噶啦，好老实讲。因为佢大幅弱化咗个友情技嘅威力嘅会，咁其实就打落去都唔痛。咁如果你拣嘅话，我建议你拣翻进化啦。咁阿富胡林我就进化翻去啦，因为我觉得神化冇乜用。神化呢个反重扫雷，咁其实就我反重扫雷太多，我唔使特登出到富胡林啦。咁所以我拣进化就起码大力少少咯，叫做。咁人妖我觉得系我打比三门天嗰个正选阵容之一啦，咁佢系其实总之打同族1000都够比八旗一下杀小怪，咁其实加埋佢个绝招嗰个威力打比三门天真系一下秒嘅可以，咁所以我觉得系非常好用嘅一个角色。咁啊坦野其实就真系我系唔会攞佢做打大一天，我自己讲过个原因系咩我讲过，咁我自己系唔会攞佢打大一天嘅。因为如果佢加埋阅读嘅话，曾志伟系一定冇命嘅。呢只云武，咁呢啲啊出过一次场就冇出，咁啊凌兰都希望将来有机会出场。咁佢都打得火爆绝嘅，应该可以。咁啊鹰其实某啲场合会有用咯，可能突然间即系例如而家咁，突然间有关神魔之塔啊，咁你咪即系突然间会有用咯。但系暂时可以。打嘅超絕關我自己就冇啦，係啦，即係嗰啲咩魔力之天啊、比沙門天嗰啲我就唔會特登出去應咯，係咯。咁啊野貓啊，純粹係等呢個神化啦，係啦，抽咗未進化咧冇用，進化嗰個反重我係要嚟都冇，其實神化都係冇用嘅，但係都係等啦，係咯，唔想嘥受神用。咁啊人魚係一個非常好用嘅角色啦，包括呢個同人打呢個龜關啊、打蛋關係一個。几好用嘅角色系啦，唔错嘅，唔错嘅。咁跟住有啲已经呢啲契弟，你见我进化都懒得进啦，知唔使多讲啦，基本上。咁有咩特别要讲呢？左慈而家好似冇，但佢都几好用，其实都算系一个 OK 嘅角色。如果极运到就好用咯。呢只真系冇乜用，其实啲人话好有用，但我真系发觉系。唔乜关啱打咯，系咯，真系好似我谂唔到有咩关要出去啦。跟住都系咁上下啦。咁比三门天应该一至两次我就可以极运埋。其实比三门天我系冇认真刷，即系其实去到我对上一只极运超像咩？我已经唔记得咗。已經開始冇乜點認真刷呢個超絕咯，因為係反而我而家想刷武尊多啲，因為武尊我一直都冇認真去刷過去，咁我
是上次極運，上咪上次降臨，我先認真翻少少，一次打咗18隻翻嚟，即係我啲單拆就真係單拆嘅，即係唔係話自己開俾自己開面傷嗰啲，我真係一條友係揀好有嗰種單拆，所以係拆得好慢嘅，係啦，即係我係嗰、那個奇蹟嚟有18隻，因為兩個鐘都冇炒過，嗰次係八旗啊、雙人妻跟住家姐。有時有即係有時有啲木屬嘅反重啦，咁如果唔係就揀翻老細。其實好即係我拆武尊就好穩嘅，好老實講係好難輸嘅。即係唔係話串啦，當然呢個係事實啊嘛。跟住就係啦，已經嗰啲之前講咗啲唔講啦，係咯。咁呢只係好似咁呢只，我唔知打水爆住有冇用啦，即係龍族殺手係咯。咁但係睇睇一啲人啲評價，因為我自己就唔想諗到咁遠。咁啊，嚟緊台版應該就開呢個八者之塔㗎喇。咁啊，因為我而家暫時都未睇資料啊，我唔想咁早睇，唔想咁快睇定呢個資料去雙神，所以就冇研究過咩重啱打。但我相信以我呢、這個陣容嚟講，我相信冇乜關係過唔到啦。即係好老實講，係得即係你噏得出名，我係得幾隻冇嘅啫。即係埃及妖後啊、成吉思汗啊、正德呢啲，即係。唔算话好紧要嘅嘢咯，即系我冇嗰啲。咁其实你噏得出嘅，我大部分都有啦。咁其实都净系抽我就唔使特登抽噶啦。咁但系睇下到时点咯，系咯，都系等加百列。咁跟住就讲下其他嘢，因为费事啲人话次次都讲呢个怪物弹书，但系讲埋呢单先，唔好意思。咁呢、這个大家见到呢个 post 系小说啦，系啦。咁我小说失踪咗好耐啊，咁突然间出翻嚟，非常开心，因为佢专放呢个日版嗰啲最新资料嘅。咁之前唔知点解唔上嚟啦。咁其實都係主要講翻呢個新資訊啦，兩隻廢柴神炸啦，獸神化啦，個 Facebook 都講咗。咁一隻就係呢、這個叫咩啊？成武術家林芝啊，係啦，咁另一隻就係、是、另一個就係洛傑，係啦。咁兩隻都係廢嘅，基本上，即係我意思係未獸神化之前係廢。咁其實獸神化之後，你點都會勁過而家噶啦，係啦，所以就。兩隻我都有嘅，兩隻我都有嘅。咁但係就期待住先咯，因為你喂而家台版一隻獸神化都未有，你都唔使咁快諗定呢啲嘢。嗱咁，但係都係講多次啦。我就好唔建議人話覺得嗰隻嘢廢又買咗佢或者食咗佢嘅，呢啲係好白痴嘅行為。一隻五星你始終都係要抽翻嚟先有，即係你唔可以話隨時想要啊要。即係我唔明啲有啲傻仔係會食咗或者買咗，即係你好簡單一個道理。你一抽五石，你开一个，你开一个，开五格都系一石。你五粒石、五粒珠已经可以开到25格，即系佢都唔系好阻你订啫。你觉得阻订咪开五格俾佢咯？其实真系呢啲系唔合逻辑嘅。如果你拣话去，因为阻订而要食咗佢，呢、這个系好唔理智系啦。咁而家如果边个食咗啲喊咧，而家当然系啦。咁跟住就係白麒麟，咁意料之外咧，佢一定會出埋武尊靈啊、光超靈啊呢啲實出噶啦。咁聖能你唔使諗噶啦，一定唔係同 3DS 一樣，因為上次白麒黃泉都講過，因為 3DS 啲聖能太誇張，咩聖騎士殺手啊，跟住反重啊嗰啲，根本唔可能會發生嘅，唔使錢嘅話，所以係一定大改嘅。咁跟住就街霸合作第二弹咧，因为佢而家食住个势要出街霸五啦嘛，咁啊意料之内啦。咁啊两只新角色加美同埋呢只唔知咩嘢只我都，咁类似应该唔系以前嗰印第安佬啦，完全唔同样嘅。咁呢两只应该系五星啦，如无意外，唔会特登出四星咁怪嘅应该。咁首先代表啲咩咧？就系、是、根据 Eva 嗰个惯例嚟睇啦，咁可能旧角色就会有呢个神化啦。咁啊。由於殺二郎佢本身已經有神化關係，你睇翻初號機佢都係冇新嘅，即係之前 Alpha 第二波，咁所以春麗同埋家君佬呢兩條友，我覺得好大機會就有呢個神化啦。咁啊 ，OK 應該如果神化到啊，應該都好啊而家，因為春麗就唔渣嘅，但就唔勁咯，係咯，咁應該如果有神化會好啲。咁啊君佬呢啲更加係好少出場啦，真係好少出場，好老實講。咁如果你神化到嘅話，都希望佢。兩個被動夠啦，唔貪心係啦，咁就 OK 啦。諗下可能有人關心話呢個台版唔知咪要好耐啦，未必嘅。合作就合作嘅嘢就唔同新系列，大家要知道。點解上次 Eva 台版突然間咁快有呢？係都算快啦，街霸嗰啲，因為係喺台灣上畫啦 ，Eva 嗰個電影版當時。
嗱，咁所以如果喂咩料啊？如果街霸唔系同步喺，即系如果你可能话台湾一齐出咧，嗱，咁我觉得系有机会台版系同时嘅，因为佢点解要出合作？佢目的就系想推广呢只 game 啊，推广街霸五啊。咁如果你台湾而家出你都唔推广，你等成即系半年后呢只街霸五都唔知去咗边啊，咁你先至出第二波，咁梗系冇人抽啦，即系你。你 marketing 呢个势都唔，你即係你嗰个势嗰阵时你唔推出过晒你先推出嚟唔可能。咁所以如果咁讲个 Eva 第二弹系几时会有呢，咁可能就系佢嗰个电影版喺台湾出嘅时候就可能会有㗎啦。咁其实都唔知几时，好老实讲，因为其实都即係听住先啦，你大家打得吹嘅啫，都系。咁啊，系啦，听咁啊，暂时怪物弹珠嘅信息就嚟到呢度先啦，系啦。咁记得呢个小说。跟住我哋讲下第啲 game 啦，系啦，次次讲怪物弹珠，因为始终我台可能都有啲其他人系睇三国杀或者其他啦，咁我哋讲下三国杀。咁其实三国杀冇乜嘢好讲到我先。咁其实三国杀就每日攞呢啲人呢啲元宝啦，咁其实见到VIP 得100食屎，即系多100啫都系。咁喺呢度有好多元宝同埋有元宝袋嘅。咁其实我建议就续费会员咯，系啦，1000唔够，我得550。系啦，因为 VIP 首先系送你一堆呢啲咁嘅章啦，首先就系啦，咁另外就主要系有揀人方面多几个框啦，咁啊经验值会多啲啦，同埋有啲特权啦，啲其实都系踢，主要系我系踢人啊，同你讲啲特权，其他啲系冇乜用。咁啊系啦，咁跟住就等先啦，商城，银两。咁其实双神我建议就你银两就可以打翻嚟，就买咗啲比较有用啲嘅帐啦。咁其实因为有啲系一定要买咗唔知几多只你先可以买啲冇办法。咁其实你见到孙旭呢啲应该都要买嘅。咁其实但呢啲当年我系好早期用真金白银买，所以而家都系唉唔想讲啦。当年因为我系为咗只左持啊，因为左持要23只帐先开到，所以就冇办法买啲垃圾。即系好似我好似有买银两500两到，唔系500元宝啊！当时咁啊，买咗就算啦，因为要凑够条数啊。咁其实我觉得一仗嗰啲免费都系垃圾嚟嘅，基本上佢俾得你买呢啲真系买嚟一废嘅，我觉得你见到系开都费事开。呢啲系我唔记得系当时我好似为咗凑数啊，所以我先至要买。系咯，一仗就假去咯，假去用，但系假去买翻群咯，就好啲，因为各战可以用到。咁啊，法阵呢啲唔使特登买，因为你开咗 V I P 就会送俾你嘅。咁啊，唔觉太都 O K 嘅。嗱，呢两只 O K 嘅，储值就唔系太好用嘅，我觉得其实。咦，新嘢喎咩嚟噶？咦，有嘢买喎，正喎、啊，几多钱啊？6320啊！咁即系要成12000喎、啊，咁啊真系打到天荒地老啊！呢只 O K 喎，呢只，唉，算啦，唔好睇住。咁啊，界限突破，建议最先一定要买马超咧，唔使多讲啦。咁啊，马超一定要买，咁张飞冇办法，你逼住要买啦。咁呢度咁样 check 嗱，咁啊，赵云，如果你系 S P 赵云，我建议唔使买，我建议买关羽好啲。关羽虽然都系唔好用嘅，系都系唔好用嘅。咁但系好过原本嗰只关羽一定。咁我建议 check 咁买。咁其实国家系 O K 嘅，我觉得国家即系好多人话佢去围计，因为变咗唔可以即时。但系我觉得其实我用亲都赢，即系我打2打2，2v2嗰个胜算系极高，唔知点解喎。系啦，我自己系觉得 O K。咁司马系唔好用嘅，好过旧嗰只，但系就唔算好用。佢嗰个反馈就可以配完人哋走杀，你可以拗两张牌。咁另外鬼才就可以用装备改牌，好似张角咁嘅，所以就系好过旧版，但系都唔算好用。咁啊，黄盖都一定要买啦，呢个唔使多讲，呢个黐线佬嚟，呢个非常劲嘅。咁但系金陵就冇乜用，其实系冇乜多个招咁啊，粉威其实废嘅，我觉得都系废。啊，周瑜就两睇啦，我觉得系好过旧版，但系都系好难用嘅，即系同旧版一样啦。即系如果你系弱智，你千祈唔好用周瑜，冇系悭队友啦。系啊，周瑜系要好高智力先用到嘅。咁啊，界限曹操，李典系 O K 嘅，李典系我建议大家开，因为各战都用到，系识得用嘅话，李典系好劲嘅。但系如果唔识用嘅话，就好大镬啦。咁啊，跟住啊，当时我为咗出买只界六信，真系储到呕电，因为要喺个8000几、2000几，20000几两，真系打咗成个几月先至，终于系买到。咁其实都
幾好玩嘅，係陸信幾好玩嘅，係都 OK 嘅，值得買。呢啲係華佗都 OK 啦，都好用嘅，係啦，都 OK 嘅。咁吕布完全我覺得係廢嘅，係啦，真係廢嘅。嗰招即係嗰啲無傷係，總之你用過係覺得係廢，人哋可以夾逼你決鬥隊友。咁如果你一挑二嘅話，就可能 OK 咯，因為就冇隊友啊嘛。咁啊，國戰呢啲係馬騰要買，馬騰係勁嘅，馬騰一定要買。咁啊，周氏就都可以買啊，周氏就勁就勁還勁，但我唔中意用周氏。孔融就要買啊，都係要買，但係有隊友嘅話就最勁噶啦，孔融冇隊友嘅話就係食屎嘅，可以睇啦。咁啊，紀靈千祈冇買，我買完之後呢兩隻買完之後係關咗嘅，係啦，廢嘅因為。咁大致上係咁啦，三角殺。咁其實都係每日打人，每日做呢個任務啦，跟住呢個每日任務啦，有幾百兩啫嘛。咁同埋都係打下關，跟住每關係拗返十幾廿兩，其實真係咁樣儲㗎啫。咁唔係點儲啫，係咪先？咁樣儲成萬幾兩，我哋諗下打咗幾耐，係啦。咁啊，大致上就係咁啦，三角殺。咁啊，冇啊，俾大家 J 下我哋屌死。算啦，唉，算啦。咁都好，我覺得好過怪物彈珠嗰隻機，其實都係睇下先，就好多呢隻 game 係好多貂閃，我哋係講係有呢個 S 特別版貂閃。呢、這個蔡文姬係我最愛嘅角色啦，唔係即係我意思係個畫風啊。本身呢個人我係極度厭惡蔡文姬呢個人，佢而家有動態好白痴，睇下即係佢會係飄下喐下喐下，佢打緊即係人哋玩緊嘅時候都會嘅，係啦，好格好白痴，但係要俾錢咯，弱智。即系要动态要200朱砂系咪低 B 嘅真系？朱砂好难好难攞啊！只 game 嗰啲皮肤，因为佢货金系就系要货呢个外形，同 LOL 一样系要货外形。咁呢啲好多貂闪嘅 game。好，其实都有啲画风系几靓，我觉得其实快女公仔啦呢、這个就。咁呢个有少似大妈啦，呢个 feel 其实，咁其实都系咁上下啦。咁你见我系完全未开过啊呢啲，可以咁大个胸嘅咩？呢个蔡夫人。咁啊，演义里边蔡夫人嘅收场啊，非常惨淡啦，呢个就睇一睇啦，向义系啦。咁 OK， 咁我哋睇先。咁我唔明点解你 game 恩基系咁少皮肤，系得佢几种？呢啲真系完全系。好大陣大陸味咯，我覺得。咁我 call 咗個係最靚嘅，我覺得係個妝係厚咗少少，但係都算係最順眼。而恩基你睇呢啲根本你係買唔落手呢啲樣做咩啊？喂，真係我畫都靚過佢其實。呢個就少女漫畫我唔中意啦，係啦。咁其實講真啦，佢原版嗰個係最靚，反而原版嗰個係最好睇。咁啊，魏國好少女，其實得魏國好似得恩基係嘛？啊，就有王二咯，王二但系国字冇。啊，系啊，张春华，好啊，睇埋啲女好啦，我哋要讲第二 game 啊。几张啊？呢、這个样我几中意，鬼鬼地。咁啊，王二都几好 J 嘅，其实不过可惜国字冇佢啦，因为佢都唔劲唔渣啦，觉得佢啲技能。Yes， 咁喺演义里边，唔系喺个历史里边，其实王二有干裂嘅一个女人，佢曾经用个屎嘅衫嚟着住，就以防敌人去侮辱自己，系非常之干裂嘅一个女性嚟嘅，系啦。只猫喺度叫，等阵见到靓女可能系啦。咁啊，跟住你讲第二只 game 啊，我哋讲下马奇英雄传啦。《马奇英雄传》我就2月3号大剑女会出翻，即系会新出啦，咁我就会玩翻嘅，系啦，即系会玩下嘅。咁啊，金就一定要货玩呢个 game， 唔货金系冇前途啦，即系基本上。咁我就预计会将艾瑞莎嘅神一身神装啦，大家知道我全身都系上满晒附魔嘅，就移植俾佢嘅。即系当然前提要升到90级啦，可能都要个几礼拜嘅啦。咁到时就。因为我以前都系咁，我以前我玩尼拉，我都系将盾梁嗰啲装过晒俾佢嘅。咁啊，到时应该神装不是梦哦。咁系大把武器一定要整过啦，当然。
咁啊系啦，咁啊2月3号就会重翻呢个马奇英雄传，同大家预告一下，咁可能会拍一拍呢、這个创角画面啊，或者打一两场俾大家睇睇啦。咁希望大家有玩开嘅 game 嘅朋友就可以留意一下啦。咁啊，今次我就因为太多人问呢个问题，其实今次我破例整一次俾大家睇睇啦。系啦，呢度好多人问用咩歌拍片模式。其实我觉得今时今日咧，如果你 Google 都唔识用嗰啲契弟，我其实系唔会怜悯你基本上，因为 Google 冇可能系唔识用嘅。咁你咁样打咗之后，你揾到呢个啦 ，JB 亚能六景。咁你跟住喂，佢图文教晒你点样装啊，点样用啊，其实已经教晒你嘅，系啦。咁啊，已经完咗啦，系咯。咁佢跟住揾呢啲。喂，即系你唔识英文，你要识 pay 或者 delete， 你识呢两个字都够啦 ，cancel 系咪先？咁就系咁啦，咁你只可以慢慢研究一下啦。咁其实点解我唔喺我自己部机度装一次俾你睇？因为我就唔敢啊，我半年前装嘅嘢又记唔记得晒？万一如果而家个 version 唔同，我装唔翻，我就濑嘢，所以我系唔会做呢啲咁嘅行为嘅。所以你自己醒醒目目啦，你自己执生啦，唯有。咁跟住最后讲一讲啦，最后俾大家睇下，但系好多人想睇我只猫，因为咁其实我就唔会特登拍只猫啊，当然咁啊，系咯，俾大家睇睇咯。既然你咁想睇的话，等等啊，整翻靓少少位。咁我好简单讲一讲只猫，我只猫已经系女嚟嘅，系啦。咁你唔好睇佢样咁后生啦，其实佢已经15岁噶啦，系好老啊，已经系，即系由我中学差唔多中学开始陪到而家啦。咁因为执翻嚟，其实执翻嚟有只猫，咁我只猫个都几惨，因为佢系本身系街猫嚟啦，咁系咁佢就同阿妈嗰啲喺街嗰度，咁因为一场大雨就嗱，呢段嘢咧据执翻嚟嗰个嘢讲，因为执翻嚟一个人再俾我妈嘅，咁佢啲大雨就冲，因为嗰场雨就几大啦，都咁啊冲走咗佢阿妈同佢啲兄弟姊妹啦，就系冲剩翻佢啫，即系死剩种嚟噶啦，已经系。咁啊咁啱就俾嗰嘢嗰个我阿妈朋友执到，咁啊于是就俾咗，即系嗰时我想要只猫咁谂去执咗翻嚟养啦，咁啊于是由是者就养到而家咯，系咯就系咁咯。咁其实我同只猫就好亲近嘅，即系佢就好黐我嘅，系啦好黐我嘅。因为点解？因为我喺佢拎翻屋企第一日咧，佢好细只，手掌仔咁细嘅啫。咁啊，好可愛啦！但系因為要綁住佢喺紙箱度，因為佢就唔俾佢真係走啦，驚佢走失或者唔知去咗邊咯。咁我就整咗佢上床玩啦，第一日已經咁啊，抱咗佢上床玩，跟住一齊瞓啦。佢即係我驚砸到佢，就拎起佢嘅枕頭隔離，咁一齊瞓啦。咁啊，由遇事者就一齊瞓，瞓咗15年咯，就係咁咯，係咯。咁所以係佢而家晚晚都要同我一齊瞓，但係其實當時係得個頭咁大啦，手掌仔。咁而家咁大隻佢。佢好中意瞓你心口啊！問題即係扎住你心，成幾斤重嘅嘢扎住你，即係成包米咁樣扎住你心口度。啊，開頭係唔慣，如果開頭咁樣瞓覺係唔慣，因為好辛苦嘅。咁但係瞓下你就慣咗啦，唔知點解。咁而家係反而佢唔喺度，我就即係佢唔扎住我就瞓得唔自然咯，即係慣咗咯。係啦，咁我桌面都係用阿 B 做，咁我只貓叫阿 B 啦，簡單啊，係都係用佢做呢個桌面。系啦，咁我都当我啊比较中意猫嘅，我系非常中意猫黐嘅。咁我系当佢自己女咁啦，其实系啊，非常锡佢嘅。系咯，咁大致上我只猫就系咁，都冇乜嘢好讲噶啦，系啦。咁你可能奇怪呢啲相咧，呢度有几张系一去瞓到咁危险，因为我其实呢边系我电脑嚟，咁好乱啊电视。佢就一定要瞓喺即系好近我呢边嘅，因为佢可以亲近我去想，系啦，佢就随时想抱抱咁样。咁就所以佢就瞓到好危险，成日会碌落去。你唔好以为猫系好敏捷嗰啲，其实好白养个猫嗰只猫其实好蠢嘅啫，佢好容易碌落床，好白痴嘅。咁佢有几次，即系有几次佢跳上我大髀瞓咧，我喺度玩紧电脑，跟住佢转身唔小心碌咗落我大髀，跟住佢匆忙之际攞只手谂住搵啲嘢找咗大髀，跟住哇成条血痕咁样扯落去，劲痛啊！总之非常之惨烈啦，系有养个猫都知嘅，应该系啦。咁今次條片大致上就嚟到呢度先啦，系啦咁上下啦。咁希望大家就继续支持啦，系啦，到讲到声沙就系时候收档啦，系啦。咁我哋下次见啦 ，H
下次35000订阅见啦，拜拜。